好，那你可以呢，先把课本打开，翻到第14页，所以到时候有额外补充的，我们再来写。好，来，第一个单字怎么念？这个你就会念了。再一次，Moon Festival，请问它其实原本一开始应该怎么念？中秋节其实一开始的名词不是这样。Mid Autumn。对，Mid Autumn。所以呢，要请你备注的，来写个一，春夏秋冬，就是这个，就是 Autumn。那你们在写的时候要小心，是因为它中间用一个连字号，所以那个 Autumn 的 A 是小写，可是要请你们补充写上去的地方写个二。因为呢，春夏秋冬呢，这个的介系词用的是 in，再加上呢，春夏秋冬它不用在特定，所以记得一接年月四季早中吧，写上去年月四季，那这个四季不要再加了哦，所以你不能 in the autumn，没有，它用 in autumn 就好了，所以 in summer、in spring、in fall，年月四季。早中班，请你写上去。早上啊，四我就四季应该 OK 啦。早上、中午跟傍晚，那为什么不给你用晚上？晚上的介系词用什么？at。那星期日期节日啊，所以我们的 in on at 呢，它有它固定搭配的介系词，所以补这个上去。年月、四季、早中班，星期日期节日用 on。几点几分？晚上正中午，黎明那个 dawn，你们用的是 at。好，这是第一个，要请你们帮我补上去的。好，再来看第二个单字喽。第二个单字呢，叫做 special。那如果我们讲说啊，对什么人很特别，一样，请你帮我补一个东西上去，叫 be special。special 就不写喽，可是是 to 一个人。就是对这个人而言，另外那一个人呢，对他而言是很重要的。那个会一直动，我干嘛拍？力大吗？好啦，哎，为什么我点到放大吗？好，再来写个二，叫做特餐嘛。不过这个特餐呢，要一定要记住叫 today's special。只是这个特餐不见得一定是餐，有时候是特价商品，所以这是二。今日特餐也好啦，特价商品也好啦。Much better。好啦，这是第二个。那上次我有叫你写的东西呢，叫 specialty。还记得什么叫 specialty 吗？特色，还有你的专长，所以你以后啊，假设啊，假设你以后当兵，有机会当兵的话，你可能假设是那个什么海军陆战队啊，特种部队啊，那这个呢，你的 specialty 可能就是你可以去以后去当总统旁边的那个保镖，因为那就是你的专长，你知道怎样可以去突破那个敌人的那个重围，OK 吗？specialty 就是你的专长，好了。再来第三个单字呢，叫做 visit。那这个 visit 呢，课本给你的是动词加名词，所以我上次有叫你写的东西。来，第一个 visit 呢，本身当动词是拜访，OK 吗？可是它就等于 pay a visit 在这里，所以 pay a visit to 就是去参观拜访某一个地方。那你要去参观，不能讲参观一个人，因为他除非他嗝屁了，对不起，他要去拜访这个人，他叫 pay 这个人 a visit。好，所以这是一，pay a visit to 就是参观一个地方。二，pay 一个人 a visit 呢是去拜访他，可是要请你写个三，因为刚刚讲到 pay 这个字了，我补充说一下，这个就要写喽，你要花钱买东西，花钱买东西的那个付钱的嘛。叫 PAY 这个字多少钱？OK 吧？For 一个东西，就是你花了多少钱买了一个物品，那物品我就写 something，这个我没有写到哦，你要补上去哦。所以最后，既然都讲到 pay 了嘛，讲到第四个叫 payment，什么叫 payment 知道吗？付款。所以你们的那个手机如果有绑那什么 Line 啊，Line Pay 有没有？
那个 pay 啊，就是付钱，所以自己写上去。payment 就是付款 ，payment 四。好，最后写个五 ，pay 的过去式，反正都讲了 ，pay 的过去式 ，paid， 对，写在下面就好。放开喽，放开就没了。好，下一个单字呢叫做 why， 这是这一课的重点，因为这个字叫副词。那这种 WH 呢有一个特色，我写在这儿，上次没写到的 WH why 的后面一定是先接助动词，只是这个助动词呢可能是 are， 可能是 is， 可能是 did， 可能是 do， 可能是 can， 所以它的顺序叫 why 加助动词加主词，然后再加上看你后面需要什么。回答的时候你通常会有哪一个字？ because， 对，因为有 问你为什么嘛，所以一定要回答 because， 只是这个 because 呢，等我一下哈，来我放到这边来， OK 了吗？所以你看这个例句， why didn't you eat the ice cream， 为什么你不吃冰淇淋？外国人跟我们台湾不一样，我们台湾人只要生病是不能吃冰的，可是外国人你会看到很多的影集里面说，哎，那个生病哦，去吃个冰淇淋，是因为通常是用喉咙痛，喉咙痛的人才会叫他吃冰淇淋，因为他可以减缓他那种喉咙的不舒服。可实际上在中医或者是在我们中国的感觉来讲，你已经发烧的时候，你体内其实是已经是火很旺的，那吃冰的吃凉的，它其实是让你的那个什么肝火啊，体内的那个虚火啊更上升。所以其实中医跟西医，就是外国人跟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啦。OK 啦，所以他讲的，你看像这句话 ，I didn't eat the ice cream 是 because I had a cold， 所以他可以直接讲 because I had a cold 就好了。可是平常在说的时候，平常你回答可以只讲 because 一个原因，单独的时候是不行的，因为它其实不叫句子。好，再来下一个单字，等我一下，我确定有录，很好，非常棒。OK 啦，下一个我刚刚讲的 because， 那上次有说。Because 这个字呢，它是一个什么词？连接词有一个特色，你先写个一样，所有的连接词都一样。它呢，连接词有一种叫对等连接词，一种叫从属连接词 ，OK 吗？那通常那种从属连接词的时候，其实它都要接的是一个子句。所谓的子句跟句子都一样，基本款一定要什么？主词加动词，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们在上那个讲义的时候已经写到烂了。因为呢，要写六个字，有因为没所以，有虽然没但是，对，所以请你帮我把那个 because 跟 so 有没有？什么 because 跟 so 不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当中？不用写这么多了，有因为没所以 ，OK 啊、哦，因为句子不会双 V， 也不需要两个连接词，只是 because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边？来，这句上次有写，你有没有发现 because 的前面没有逗号？可不可以有逗号？对，帮我写逗号上去，然后嘞，打叉叉。对，上次我没有教你补的，请你帮我打叉叉。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之前的，从以前到现在的文法的概念了、啊。可是我现在哦，不太敢跟你讲说一定这样，因为其实真的美国人太 freestyle 了，所以他们到后来呢，其实有些东西以前学的跟现在好像会有一点点冲突，因为以前都会跟你讲 because 前面不能有逗号，可是现在很多的杂志、很多的报道。反正 because 前面有逗号，是因为他们觉得我的语气需要停顿一下。那在中文里面，只要你还没讲完，你必须吞个口水，再吸一口气的时候，那个时候需要逗号。所以也因为这样，就有点争执。可是呢，就记得基本上大方向嘛 ，because 前面不会有逗号 ，so 的前面有。好，再来下个单字呢，叫 floor。OK 哦，来 floor 呢，先写个一楼层，二地板。家里的地板是你负责拖地的，举手。哇，好棒哦！是扫地机器人负责的举手。哦，难怪。好，来写上去。所以今天你能针对这个地板吗？地板，第一个我刚刚说拖地，拖地呢用的是这个字，叫 mop the floor。可是如果你是扫地而已，就扫地机器人帮你扫，有没有？遇到墙角它就转弯那种。扫地的扫，请你用 sweep， sweep the floor。啊、一定要加楼，因为这个楼层一个地板，所以我们通常讲这个楼层的时候啊，记得它一定是单数。好，这是第一个，上次有写到。再来第二个要抄的是它，要请你帮我补一个东西上去。Store 呢？对不起，不是 store， 那个楼层啊叫 floor。所以你如果住在五楼，
你住在五楼，刚刚E已经 OK 了，对不对？我住在五楼，叫 I live on， 这个要补 the， 然后绝对不是 five。记住，因为我说我们家住在五楼，那个五楼，请问总共几个楼层？你住了几个楼层？几个？一个而已，因为你住在五楼那一层楼而已，对不对？所以记得叫 on the fifth， 对。所以这个叙述，不管是 first、second、third、fourth、fifth， 这叫叙述，一定要加 the。而且一个关键 ，the floor 要不要加 s？ 对了，所以请你帮我把那个 floor 的 s 写上去 ，then 打叉叉。对，记住，因为你就住在那一个楼层而已。所以不管你住在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六楼，到台北101的第100楼都一样，你就只有管那个楼层，而且你也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五楼跟六楼，有可能吗？不可能，那个有点画面有点惊悚，你就想到那个画面，怎么可能同时出现在五楼跟六楼？不可能啊，除非你在五楼已经昏迷了，然后你的灵魂跑去六楼，那还是两个人，那还是不是你一个？所以记得 floor 呢不加 s， 因为它强调楼层。最后写个三，上次有写到。Floor 呢，这是美式的用法。如果是英式的用法，对，叫做 story。记得哦 ，story 也是楼层。所以一个五层楼的房子叫 a five 一杠 story， 不加 s， building， a five story， a five floor building 都可以，因为它是形容词。好了吗 ？OK 喽，再来下一个单字叫做 through， 还记得它是什么词吗？接系词，所以它可不可以单独出现？不行，它和前面一定会需要一个动词，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呢 ，through 的地方来写个一，透过利用，上次应该有写到了一，透过利用，有点像 with 啊、by 啊那种方法。再来二呢，叫做穿越，或者是通过。三呢，就是从头到尾。所以 through dinner 的意思就是整个晚餐，所以 through the summer vacation 是整个暑假，你们很可怜，可能有人暑假是从第一天上课上到8月29，就是每天都补习嘛，这有可能，所以这就从头到尾，恭喜你，你完全没有放假的感觉，可是相对的你就不会有休假症候群，因为下礼拜二上完之后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记得下礼拜三不要再来哦，你来没有人理你哦，下礼拜三呢再放一个礼拜。OK 哦，那8月30开学，我们8月30开学。好，再来下一个单字，这个上次有讲到叫 by， 还记得怎么念吗？第一个 bi 是两个的意思，这个上次有写到是什么意思？不是啦，眼睛的，对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他强调这种 bi 就是它，因为它两个嘛。两个，这叫两个什么？双筒，好好，你写双筒，两个筒子，好了。所以呢，脚踏车叫做 bicycle， 没错。所以 bi 是二或者是双，那 ocular 呢就是眼睛的。可是要写的，上次我没有特别叫你抄，这次请你帮我补上去。一副望远，望远镜，好难念哦。你们念一遍，一副不是一副。以后怎么念望远镜？奇怪，好，来，我的今天嘴巴不太正常，好，来叫 a pair of binoculars， 好，这是第一个。那如果是一个的嘞，还记得吗？上次有抄，不知道你有没有抄？没有，来，那抄上去一个的，长筒的，比较长的那一种叫 telescope，T-E-L-E。S-C-O-P-E， 这是长筒状的那个望远镜，因为喜欢看星星的人有时候是用双筒的，如果要挑远一点，因为有的那种比较贵的那种是上面还可以调焦距的嘛，你可以特别去看某个地方的。哦，这个就你们有兴趣的人应该就知道了。好了，所以来看这里，第一个叫 binoculars， 是一定要加 S， 因为我们就一开始就说了它几个。两个，所以它加 s 是它本来就必须是两个两个出现，所以叫 binoculars。那 telescope 呢是这一种 ，OK 吗？看图片应该就更清楚了。好，再来，应该下一个 ，OK 了吗？好，下一个呢叫做 no， no 的三态先写 no，
new, no。 好，那上次我叫你补的东西是它的名词，对，叫 knowledge， 拼出来 K-N-O-W， 这是它原本的单字嘛，加上什么 L-E-D-G-E， 所以我们中文讲的知识就是力量，叫 knowledge is power。 因为一定要 is， 因为知识太多了没办法数，所以我们一律都是单数。再来写个三，上次没有特别叫你抄，是因为 know 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叫做所谓的知觉动词，知觉，所以这个字呢，我们不习惯把这个 know 加 ing。 类似的有哪个字知道吗？想要 want。 然后譬如说吃，不 have 这个字可以，可是发生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加 ing？不会，我会真的有爸爸这么可怕。然后再来就是 like， 喜欢这一种，这种字呢，我们本身不把它加 ing， 把它拉回来，拉到哪去？好，我放弃，拉不回去，好吧，算了 ，OK 了，删掉。好，再来下一个单字叫做 you bet， 什么叫 you bet？就是 of course， sure， 对，你可以写 of course， sure， 到时候我们在上对话的时候还会再看到。所以第一个呢，那个 bet 的三态 ，bet 就是打赌了。所以有人天性赌性坚强，有没有？动不动我跟你赌，赌完你付我钱，输了你付我钱，没错。啊，我输了，还是你付我钱。所以 bet 这个字呢，备注就是打赌的意思。所以 you bet 就是我敢跟你赌嘛。所以因为这样就是百分之百的肯定。OK 啦。所以可是如果不是 you， 是 I 的话怎么办？可不可 I bet？ 这里面抄哦，你要抄上去哦。什么时候是 I bet？ 就是我同意你，我觉得你讲的，你说的真对，我感同身受。那这个时候的 you 就要改成 I， 或者是 I will bet。 你接下来讲的所有的话我都会同意，因为那个一撇 LL 呢是未来式，它还没有发生的，叫 I'll 或是 I will。 好，再来，所以这里看例句就知道了。我说，哎， I'm so worried about my sister， 我 好担心我妹哦。 I bet，I bet 的意思就是我感同身受了，我懂你的那个担心，我懂你的明白。好，再来下一个叫万德福。什么是万德福？ Wonderful 嘛。那这个字是两个字的缩写，不能讲缩写，它是两个字的组合。第一个是 wonder， 就是惊奇，或者是奇迹，或者是奇景。所以世界，你们说上次跟我说几大？八大奇景，那叫 eight wonders。可以数啊，因为八大嘛。然后第二个呢，富呢 ，full 是充满的，所以充满惊喜的加在一起就变成 wonderful， 没了。最后一个啦，好，叫 get together。那这个 get 呢，本来是得到啦，所以 get together 你可以写个片语，就是团聚。什么时候会团聚？中秋节、过年，还有吗？清明节。对，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呢，可能会更 care 是那个祭祖。就是祖先也很重要，所以你们一年大概整个家族可以聚在一起的时间，大部分一定的是过年。不过现在很多人过年反而选择出国，不留在台湾，因为实在太麻烦了嘛。你要从初一拜到初五，然后所有的人都来你家，给你坐在那边，然后你要一直去接客，接客，对啊，不错，好啊。你如果平常家里本来就没什么人，然后忽然客人很多人来，那过年来他们来有个好处，他来你们家要给你礼物。他要给你红包，所以如果过年 你喜欢就坐在那边好了，每个人就负责收红包就好了，那不错了，这倒也 OK。 好啦，再来下一个新的咯，叫怎么念？这边卡拉 OK， 你不是日本人？对，他念 karaoke， 这个字其实本来是日文，然后把它变成了拉那个罗马拼音，所以它的念法不是卡拉 OK 啦，它念 karaoke， karaoke， 不是 OK 哦， karaoke。好，它是名词，所以它其实原本是日文，好了吗？再来，也因为这样，来类似的还有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其实我们的英文里面当中，英文其实有很多的语言组合在一起，所以像这个 emoji， 这个我就觉得不错，这个程式我有去 app 有去下载，它可以呢自己去选你的眼睛、眉毛、鼻子、头发、脸型，然后肤色弄出来之后呢，就有你专属你自己的贴图。它好像提供至少30个贴图吧，不用钱，它是 free emoji， 你可以把这个关键字圈起来，然后它就直接下载。所以以后啊，你譬如说 OK， Sorry， Goodbye， 那个就是你的脸，
可是你要自己去选属于你自己的，他反正他就把你整个脸型，还有你的衣服哦，像你本身就是不喜欢穿，假设啦，女生不喜欢穿裙子的嘛，他有裤子，就运动服的样子，所以他有半身的，有全身的。那你觉得你想要喂养好了，想要当一个看起来很美的美男子、花美男一样，把你的脸先选完，下半身去选穿裙子也不错。OK 啊，所以这个类似的 Biso 啦、拉面啦、Ninja 啦、Soy 啦这些寿司，其实最常 Soy Bean 啊 ，Soy 就是那个酱油啊 ，Soy Sauce 啊。再来 Tsunami 其实就是日文 ，Tsunami 其实海啸，可到后来它就变成英文了。所以这些都是从日本那边过来的。OK 啊，好，再来下一个叫做 Somewhere， 叫是一个副词。你没带也要拿一张纸抄，不是看着那个傻笑。快，你根本没有在抄啊！好了吗？所以 somewhere 呢，写个副词，副词哦，因为主动受第十嘛，所以也因为这样呢，它这个字是副词。你整笑，我都要写第二页，还在看第一页？你跟我讲，你有写？好了 ，somewhere 是两个字 ，some 跟 where， 可是 some 呢，在英文里面，它当形容词的时候，有时候是某一个的，所以某一个人怎么说 ？someone 嘛，对 ，someone 一个而已啊，某一啊。所以也因为这样类似的叫做 something， 有没有加 s？ 你仔细看，这个字有加 s 吗？没有，为什么？因为要这样子写 some 呢？你如果连在一起的时候，类似我写给你哦，你可以是 someone， 某一个人，你可以是 someday， 未来的某一天，你可以是 something， 某一个东西，都可以 somewhere， 对，类似的。可是如果你拆开，假设叫 sometimes， 这个时候的这个 time， 如果你加了 s 的时候，其实叫次数，几次的意思。所以 some things 这个时候你就要加 s 了，因为你把这个字拆开的时候，它就翻成一些了，它再也不是某一个的。所以记得哦， some 如果你拆开的时候，记得加 s， 连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单一的，某一的。所以 something is， 它不会用 r。好，再来下个单字叫做 happen。然后这个字呢，备注一下，你们最常讲都是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你知道这句是非常严重的错误，我写给你看。因为我说，哎，发生什么事了？你们最常听到人家讲，哎， what happened。下次如果听到这句话，身为一个国二的学生，你可以勇敢的可能去跟那个大学生说，哥哥姐姐，你们的英文是错的。你知道为什么他错吗？对呀、啊，可是他们没有这个概念啊。所以你真的要写的话，勉强勉强哦。What happened 是绝对不可能发生，是因为啊，你如果一撇 s， 对不起，你如果一撇 s 哦，再加这个 ed 的时候，它叫做被发生。你们第五次会学到被动，所以被动呢就是 be 动词加 pp 表被动。所以如果真的要这样写怎么办？一个方法，第一个 ，cheers。对 ，cheers， 就 what happened 的就好了，就是哎，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可以哦。第二个，我就是要留 what， 怎样我就任性嘞，可以，那就请你改后面那个字。你真的这么喜欢这个 eps， 就请你把 happen 怎么办？将居对，可是这个呢，就是当下正在发生什么事，不然你就写 what has happened 的。那个 has 就是已经，也就是我们再怎样都不是 what happened， 所以下次有机会听到人家讲 what happened 哦，同学，你的文法是错的，他就觉得哇你好厉害哦，崇拜的眼神看着你，然后叫你神经病。对啊，谁会那么无聊去纠正人家的文法？可是这是真的啦，就是不要这样子写，好了吗？再来下面一个，还没完还没完 ，happen 这个字呢叫 happen to 的时候叫碰巧，可以，可是一定呢。事情发生在人身上，就是这个字呢，它比较特别，一定是事情当主词。好啦，所以 what happened 的有没有发现没有一撇 s？ What happened to her 就是它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一个、哦。再来写个 happen to， 叫碰巧，可以。I happen 的这个时候可以 ，I happen to see my elementary school's classmate on the way home yesterday。昨天回家的路上碰巧遇到了我国小的同学，
OK 哦 ，happen to， 你可以当主词就碰巧了。好，再来下一个 ，OK 了吗？对不起，全错。好，再来下面叫 win 这个字，接下来要写的呢都是它的三态 ，win， one， one， 这是第一个，所以赢家 ，winner， 输家，这是 loser， 那 lose 的相反 ，lose 的相反。完了 ，lose 的相反叫做 lost， 我是点点，就是跟过去式一样，大家还记得啦哈 ，lose， 哎，等一下 ，loss， 对不起 ，win 的相反叫做 lose 啦，不是 loss 啦 ，win 的相反叫 lose， 它不念 lose 哦，它念 lose。Lost， 所以 winner 搭配的相反就是 loser，L-O-S-E 啊。那第二个呢？它当第二个意思是获得或者是夺得什么东西。所以你看这句话，我们班就有一个混血儿，所以 his handsome face wins lots of girls' hearts， 很赢得了很多女生的心。不过也很好笑的是，因为他这几天呢耍憨，去做了一些蠢事。可是你知道他以为别人不认识他，然后就教官就遇到我们班的同学，就说：“哎，你们班的叫你们班的那个谁谁谁，以后不要再做蠢事了。”然后那个我们班也随口呢，教官他们怎么知道是我们班？就你们班那个混血儿啊，那个脸那么好认，所以我就笑笑的跟我们班讲：“哎，你不适合做坏事。”我们班狂笑到不行。他虽然是混血儿啊，是标准的台客，你知道吗？他完全做，他除了脸是阿多瓦的脸，其他什么都是台湾党，道地的台湾党。好啦，下一个叫。什么时候比较容易做这种动作？吃饱，还有你喝了碳酸饮料、汽水的时候。所以 burp 这个字呢，记住哦，就是打嗝哦，要卷舌啊，打嗝啊，好吧，那就打嗝呗。你们说了呀？好啦，再来下一个叫 poor， 有没有发现好可怜哦？因为第一个他是可怜的，所以 poor you， 你真可怜。第二个是贫穷的 ，He's a poor man， 他是一个很穷的人，穷光蛋的。可是第三个，他叫做不佳的 ，My English is poor， 就是我的英文不太好 ，OK 吗？所以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可怜的，第二个贫穷的，第三个不佳的，不好的哦。所以一叫可怜的，二呢叫贫穷的，可是三的地方，请你写 be poor at， 就是对什么东西并不太擅长。那 at 后面呢？记得加 ing， 不是 ing 就请你接名词。往后看哦 ，be poor at， 在这里加 ing 或是名词。可是你也可以是 be poor in， 那这个东西就是缺乏了，就不是不擅长了。所以 I'm poor at playing guitar， playing the guitar， 我不太会弹吉他，其实是根本完全不会了。好了吗？所以 poor 这个字，然后所以 the poor 就是所有的穷光蛋。讲穷光蛋好像有点过分哦，对不起，所有的穷人啊。好来，下一个单字叫 terrible。什么叫 terrible？ 第一个糟糕的，第二个可怕的，第三个比它更惨的叫 horrible， 进阶版哦。terrible 的进阶版叫 horrible， 就写这样就好。好，再来下一个单字叫 will， 哦，这个字要讲超多。第一个，它给你的是副词，没错，它其实是 good 的副词，所以 he speaks good English 就是 he speaks English well， 可以，因为它修饰的东西不一样。可是你知道第二个啊，麻烦你写在这里，写个等于 fine。How are you？ I'm fine， I'm well。那这个时候的 well 呢，其实就是身体健康。没什么问题啦，身体很好的意思。所以三，我说哎，做得真棒，你会怎么说 ？Well done 嘛，没错。为什么用 well done？ 因为你是 do well， 要把颠倒过来叫 well done，OK 吗？所以 well 这个字呢，其实啊，它的那个副，它本身的副词可以是副词，它也是形容词，而且 well 的比较级叫 better， 跟 good 一样。好，再来，所以也因为这样，那请你写的东西超多的嘛。来，第一个当副词就是很好的，第二个就是 R O A， 我说哎 ，What happened to you？
Well， 老师，我觉得今天为什么迟到 ？Well， 我头发骨折，所以我迟到了。只好这样，就是讲出一个蹦出来一个不可思议的答案。OK 啊，不然就指甲骨折，心情不好。所以第三个呢，当形容词的时候是健康的，刚刚有写就是等于 fine。OK 了吗？好，再来下一个，要辛苦一下，我们要把单字全部上完。好，这个还好，因为这个我在上 because 有写了，有因为，没所以，有虽然，没但是，因为它是连接词。那记得 so 写个 conj， 对不起，刚刚没给你们看，来 conj， 然后这样子写，逗号，在这里，加 s 加 v， 只是这个 s 加 v 呢，通常是结果，这样就好了。这个 so 有没有？这是第一个结果，还没完哦。这是第一个当连接词的时候，一当连接词，可是二写个副词。说你好美哦，怎么说 ？You are so beautiful。对，这个时候的 so 呢，就是 very， 就是 really， 可以。You are so cute， 有没有？你到了国人被人家讲可爱，开心吗？应该还不错啦，但高二被讲 cute 的时候就不太好了，尤其男生，表示你个子应该小小一只，看起来就是小像小朋友一样。人家就哦哟，什么？为什么你们转过去看了某个人呢？没事哦，好。再来下个单字，中秋节一定要吃的吧，而且一定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把它剥开之后，对，很好，放头上，这好像是固定的。那这个字是因为它子音加 o， 虽然子音加 o， 仔细看它的复数是加 es 吗？对，所以这个字呢，考试很喜欢考手写，拿红笔自己加 s 就好了 ，tomatoes。可是跟那种这种东西啊，记得你的阿公如果有吃高血压的药，你要提醒他不要吃柚子，也不要吃葡萄柚，因为高血压的药跟那个葡萄柚还有柚子这种里面有个成分，他要把它的药性给减，不知道减低还是怎样，反正就是不要一起吃。OK 哦，葡萄柚 OK 了。再来下一个，这个我们之前在上 picnic 当动词的时候，我有写。来，第一个当名词叫 go on a picnic， go on a picnic， 可是它会变成，来先写下 go on， 或者是 have a picnic， 写个等于 go picnicking， 我故意念的有点夸张。然后你自己拿红笔出来，多加一个什么字才可以加上ing 啊？对了，这是一个它比较特殊的用法，所以请你加个 k 上去。所以 go on a picnic 就是 go picnicking， 跟上了吗？应该在这啦。所以它的过去式跟它的过去分词有没有看到？在这里叫 picnicked， 加个 k， 再加一 d， 加个 k。再加上一丁，好了吗？好了没？剩一些，还有一些些，加油！所以 picnicking 呢是现代分词。再来叫 take a walk， 什么叫 take a walk？ 散步，吃饱饭要不要散步？不要，不要哦！你们实在太偷懒了。吃饱饭呢，散步是好事啦，所以你可以用 take a walk， eat， 也可以是 have a walk。好，剩下的我们都到时候上，真的有机会上课文再来写好了。我们已经快挂了，真的快挂了，加油！我们已经进到 reading 的单字了，这已经是 reading 的单字了。好，再来下一个叫做 goddess， god 是公的， goddess 是母的。可是我这样讲，其实对天上的他们是不礼貌的啦。所以 god 记得哦，就是男的， goddess 呢是女的。通常那种 ESS 都是女生，所以 waiter 是男的服务生，女服务生呢 waitress， 男的演员叫 actor， 女的演员叫 actress， 对，它的字尾只要是 ESS， 在英文里面都是女生的意思。好了，再来下一个叫做 sound， 以前你们学过 sound 是什么？名词是声音。好，那我们先写一，名词是声音，可不可数？没办法，我不习惯把它加 s， 可以啦，可是因为很少，我们可以数的是 voice， 人的声音我们才会数。二呢，它当动词叫听起来， the song sounds good，
所以它后面呢，它接的是形容词，因为它是一个连缀动词。sun 它是一个形容词。那这个 sound 呢，通常拿来形容什么东西很美好？你的睡觉品质，睡觉。你看它睡得这么甜，有没有？还在那边微笑，不知道是做梦梦到谁，不知道，或是他们做梦可能在吃大餐，类似这种。所以这个 sound 呢，当形容词的时候，通常拿来形容睡眠，在这里，有没有 ？A sound sleep， 就是你的睡眠品质是很好的。可是我要反驳这一句话，不再喝咖啡就可以睡个好觉。这句话现在的研究其实已经反驳了，真正的好咖啡，一个好的咖啡，不要随便乱加一些有的没的。好的咖啡是助眠的，就是你喝了完咖啡的时候，其实它是会让你想睡觉，不会让你亢奋。对，所以你要怎么样去判断？很简单，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去叫以后你爸爸妈妈去买咖啡了嘛，就把打那个咖啡豆打开。第一个先闻嘛，闻到我们那个油臭臭油油那个油油的味道，那这样就不 OK。这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透气孔。第二个，把咖啡豆打开，因为一定会让你看到咖啡豆，对不对？那个咖啡豆如果大部分的大小都是一致的，看起来都差不多大，而且它的颜色每一颗的颜色不会有的特别黑，有的特别比较淡一点，那种就不要买，因为那种的豆子，第一个它那种是没有筛选过的，所以它熟成的那个速度不一样，因为有的比较大嘛，有的比较小嘛。那因为这样子呢，可能中间的你为了要让大的豆大咖啡豆熟的时候，其实小的已经烧焦了，那种你喝就会心悸，会不舒服，那个就不要买。所以尽量买的豆子，他如果跟你讲，哎，我们这个是公豆哦，你知道豆子也有分公的，公豆很大颗，可是那个喝起来不好喝，就是它只是看起来豆子漂亮了，它的香味跟喝起来的味道没那么 OK 啦。可是如果你真的觉得，哎，没关系，因为咖啡那么苦，对不对？我就是要喝拿铁，我要加很多的牛奶，加很多的糖啊，那个随便啦，那个就不用去看那个豆子了，因为那个豆子加下去都一样，因为磨成粉。所以你没有真正会喝咖啡的人，不会喝拿铁，一定喝黑咖啡，就是单品。为什么想要看豆子？因为豆子的熟成速度不一样的时候，对喝咖啡的人来讲，会是一个他们会觉得就是不好之外，就因为心悸，就是那熟成的速度不一样。好啦，下一个叫做 moonlight。没有，你们小时候不是有什么代替月亮来惩罚你，对不对？月光美少女嘛，所以那个月亮刚刚学到 moon festival 嘛，所以 moon 是月亮， light 是光，所以加在一起叫 moonlight， 可不可数？你觉得月光可以数吗？当然不行啊。那的相反，阳光叫 sunlight 吗？不是，对，叫 sunshine。记记哦，不要被骗了。这是第几个单字？加油，好棒棒！好，来下一个叫 right， right away 是一个副词，你写 adv， 你也可以写片语。好，来写个 at once， 这个真的要抄了，最常考的是这个字 at once。然后 right off the bat 这个比较少，我要你们抄的是这个 immediately。高中超爱考这个单字，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最近我们班刚好也在考试了嘛，几乎这个字。而且他拼出来的几率啊，对的几率还真少，所以你会拼这个字，你就赢过高中生了，还赢过高二哦。因为这考那个手写最爱考这个单字 ，immediately， 就是立刻马上。好，再来下一个单字可以了吗？对，因为在二年级了，所以单字变非常的多。好，我们快超过一遍就好。来，叫 forever， 什么叫 forever？永永远远，好，来，先写一个哦，等于 forever and good。看清楚我写的方式，看清楚我写的方式，不要用听的。forever 一个字等于 forever and good 四个字，这个的意思就是永远。像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嘛，你要跟你男朋友、女朋友讲 I will love you， 不要 forever 一个字弱掉了，请你打这四个字 forever and good。记得这样就非常的有 level， 你的水准就很高，因为这是永永远远的意思。对，今天七夕，怎么突然有人才想到？你不也是单身狗吧？没错吧？好啦，下一个叫 fall in love with， 好，先写一三态 fall feel fallen， 就掉进去爱里面嘛，你快被爱淹死了，对不对？甜蜜蜜，然后快闪爆了这样，然后戴墨镜都没有用，因为大家都是单身狗，所以看到那一些人就会很讨厌。没错吧？所以来 fall fell fallen。那你爱上什么人？刚刚有写到的，记得加 with， 我就不写了。爱上某个人叫 fall in love with，
那你第一眼就看上了，那爱上他了，叫 at first sight。sight 就是视线，第一眼看到他，你爸看到你吗？你就是我以后的老婆。真的，有人很多人就这样吓死人家，这种搭讪方式，哎，真的有啊。好，再来，下面起来，很好，来。刚刚我们讲的哦 ，because 跟 because of， 这高中比较喜欢考 ，because 接子句 ，because of 接名词，写上去 ，because 接子句 ，s 加 v，because 后面一定要接主词加动词哦。那 because of 呢，就一定要直接接一个名词就好。中文都一样啊，其实就是因为啦，由于怎么样。可是它的用法，就考科洛兹的时候都会考你，哎，选 because 还是 because of， 看它后面有主词加动词就选 because。所以如果譬如说下雨 ，because it rains， 就 because of the rain， 差别在这儿 ，OK 吗？好，再来，我也很紧张，希望今天上得完。好，来下一个叫做 die， 嗝屁了。所以第一个呢，你死于什么原因叫 die of 或是 die from？ 很多人大部分现在因为第一名一定是癌症啊，那不要忘了哦，其实我们人从一出生，我们人身上就有癌细胞，每个人都很公平，都有癌细胞。可是为什么有人是死于癌症，有人是自然死亡？就是看你之后你自己对你自己的饮食，还有你的身体怎么去对待它。哪一天人家就跟你说吃香肠不要配优格养乐多，你就是偏偏一定就是要这样，每餐就是要吃香肠配养乐多优格这种东西，那你很快就会把你的癌细胞给唤醒，那你癌细胞那癌症就会发作。所以有些东西其实是不适合混在一起吃的，人家在讲就要听，至少我们减少癌症发作的几率了 ，OK 吗？好，再来下一个单字要写的是它的名词，对不起 ，dying 这个字。dying 是还在努力呼吸哦，记住 ，dying 这个字是二，他还在努力呼吸，所以我们就翻成垂死的，死了没？还没，还没。可是有一种是真的懒得呼吸了，他累了，他懒得呼吸了，那就请你写个三，真的嗝屁了，叫做 dead， 这个字就真的是嗝屁了，就他太热了，他喜欢去住冷冻库了 ，OK 吗？是，那记住这个字以后，我们在学到现在完成时，我再提醒你，他死了十年，千万不要讲 he has died for 10 years。你知道这句话在英文里面，我问他们觉得很可怕。所谓的 has died 是一直做，他一直死，死了十年都死不掉，不行。所以我们讲说他这个人真的死了十年，那叫 he has been dead， 用这个字，就他死亡的状态持续了多久 ？OK 吧？因为有时候的确会被中文骗了。好，再来下一个单词叫 wake up， 什么叫 wake up？ 对，起来一 wake walk walken， wake walk walken， 就是叫就是醒来。第二个把什么人叫醒叫 wake up somebody， wake up the boy， wake up the girl， wake up the student。那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中间，把名字放中间叫 wake 人 up， 这是 OK 的哦。所以我说这个人现在随时都很清醒，写个三叫 awake。 这个人从来没有打过瞌睡吗？叫这个人 is awake， 就是很清醒的，没有想睡觉的。所以如果很想睡觉的嘛，叫 sleepy， sleepy 啊，真的睡着的就是 asleep。 剩最后四个，三个，三个，加油。下一个单字叫做 world， 可不可数？我没得数啦，就一个而已啦，所以叫你的 world。来写个一，在世界上 ，You are my love in the world， 你是我唯一的真爱。第二个呢叫 all over the world， 就是全世界，或者是 around， 看你要用 all over 还是用 around 都可以，不过要写个三，所以遍布全世界的有没有 ？Worldwide， 对，遍布全世界叫 worldwide。它是一个形容词哦，全世界的。好，下一个单字叫做 true 的相反 false， 所以它是一个形容词，有没有？你们最常讲，哎，对还是错啊 ？True or false， 就是它。可是要写个 true 跟 real 的相反，不能讲相反啦。True 跟 real 有什么不一样 ？True 跟 real 都是真的。来看这里
一分钟看一下就好了。True 这个字呢，通常是根据事实，然后所以它是正确的，不是虚构的。那 real 呢，它比较偏向是所谓的真实，是真实，不是假想出来的，也不是假设的。OK 啊，所以你的真爱叫 true 了，不会 real 了。最后写个三，对不对？叫 truth， 就是真相。所以请你告诉我真相，叫 tell me the truth。True 就是事实或者是真相。加油，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叫做 think， 写它的三态 ：think、thought、thought， 这是一。二，请你写 think of 或者 think about， 认为也好，考虑也好，觉得也好，可是要写个三。他的思考叫做 thoughts， 他的想法叫做 thoughts， 所以要三思而后行，有没有？ You should have a second thought。加 s 的时候就是你的思考模式的想法，一定要加 s 哦。想法、思考都可以。没了没了，最后一个叫 thoughtful， 就这个人很善解人意，就是他什么都想骗了啦。thoughtful， T H O U G H。T-F-U-L 就是很善解人意的啦，思考很完善的。 OK 吗？好，到这儿。